情包容，这次台湾人民关怀人民心要命，这次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地生，这次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地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庙至圣，家祖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庙至圣黄山老祖，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啊，及当下台南道场啊，以及麻豆道场易经大学的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十方善信大德啊，及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8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啊，中华民族秦蚩尤后裔北夷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啊，所发生的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汪蜀军缅越岭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蜀军缅越岭，当下庚子年，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温煞神朱建灵啊，法会坛上构福，堂上祖先九玄七毒，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家中无缘住宿英灵啊，及家中地基主工厂地基组身上一户灵，双法界三界万灵福慧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9月7日，我们法会护国息灾已经进入第34坛了，这段时间以来啊，已经正道
易经，易道天机，火地境。火地进啊，那第二爻大地二爻在变动，火地进变成火水未济，卦象，也就是忧中忘喜，的阶段。目前世界各国武汉肺炎的疫情一直在蔓延，像在大地上到处飞扬，如飞沙走石啊，这是人类的浩劫，在唤醒人类应该觉醒，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来觉醒。以佛家修行的因果律，这即是因果律的因因果果。在目前其他国家欧美各国啊，每天还在两三二三十万的人民处于恐惧的状态，而且一直在增加。到了今天，刚好是霜降的季节了，天意也示现了，启示了霜降，所以黄山老祖开示我们所有维新弟子们，大家的用心，大家的苦心，大家的信心和爱心，本着人力己力的原则，所以我们从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啊，黄山老祖开天纪念日三十八周年，开始在暹罗寺升坛啊，依法来供养米山啊，来塑造一座米山在台湾，然后在米山的周围供奉了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啊的灵位，
每天早上啊，义工、法工、神职人员、同修们在仙佛寺斋堂炒五谷米，炒熟了，让香气、香味熏香化界来供养，然后每一位年位我们都供养了台湾的米酒，还有供养了花鲜花啊，以及八仙尊者也都一起来到仙佛寺共转这个世界和平、天灾永续、天伦永续的法轮，而这个法院的功德天是以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啊，共同发大心、发大愿，啊，来布施供养，啊，今天有唯心圣教台南道场延信法师啊所带领的台南道场所有贤士同修讲诸及毛豆道场的同修法工，而轮流每天不同道场集合十方的力量啊，来圆满生活，一供养黄山老祖，也以生活意来供养开启蓝天之九大菩萨圣灵啊，天人合一，来转这个法轮，消灾化解的法轮。所以十方善知识、善信大德们啊，你们大家都是有福的。那么在本唯心圣教的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都是有德、有爱心又有信心来做消灾化解。所以第一阶段春节过后1月13日，台湾也是最紧张的时候，啊，也分别有法师啊，每天一大早来仙佛寺天坛，生活一供养，保护台湾的平安。消灾化解，在鼓励所有唯心贤士努力诵经，在36天的努力呢，共诵了480万部，
功德不够。后来所有贤士同修代表花大愿继续诵经到三月三，总共诵了567万部，终于台湾的确诊停了，到现在都还是零确诊。这是政府的德行，还有上天天公的赐福，以及诸佛菩萨的赐福，和维新圣教的法师贤士同修们同心同德啊的努力功德天，台湾平安了、哦、接下来就是要种乐乐。禅机山维新圣教，所以我们才深谈从7月24日起深谈地球国际坛啊，在千佛寺千佛禅堂，整个的过程到现在来非常的庄严，但是非常的辛苦，又感觉很幸福，我们有这个机会代表台湾人民是慈悲的，所以我们努力了到今天啊，我们所收到的成果这忧中忘喜，忧中烦恼中忘的喜讯的到来，这是活水未济，原来火地尽，道摇动化为火地尽啊，这即是黄山老祖所开示我们一步一脚印，要用易经的法则，用易来利人和利天，是广义的利人，而不是狭义的自我之利。广义的利人利天，我们自己当下也享受了啊，这个平安的利益与幸福。所以今天我希望各位同学们要继续的诵经啊，不要说一直比较好了啦，没有问题了啦，还是要诵。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唯有自求自修才能多福。否则的话啊，我们一天的时间24小时，我们也会空过。与其这样，我们每天就播出半个钟头一个小时来送一部回古先知天德经，
来回向，啊，祈祷，天恩永续，消灾化解，这个也是用意利人天。啊，你要是精进，啊，这个这点诵经，把它达到平安，一片光明，这都是利人和利天的慈悲恨，啊，玉皇大帝的慈悲，诸佛菩萨的慈悲，所以在2月19日深潭之后，台湾也是处于紧张，啊，在苏澳道场。啊，苏澳有一家圣母庙，金妈祖，抗议了，也叫大家他们要送鬼谷先师天罗经，一起来祈祷，把严智法师向我报告了。啊，妈祖庙的委员会要请天德经，可以不可以？我说最好全民啊都来送天德经来祈祷，所以天下要太平。是人人的享福啊！啊，这广义的利人，由经典开始，尤其《天德经》是王禅老祖在南天异地。九龙金雀前呢，啊，所开示的传了一部经，只要众生普天下的人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定能够平安。啊，回向给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啊，这即是王禅老祖开启蓝天，啊，迎接诸天圣神光降台湾大地上。啊，一起来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消灾化解天灾永续、天恩永续的大法轮的无上珍宝鬼谷先师天德经啊！祝福各位。自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手机，各位维新贤士及当下华为是啊坛上的列祖列宗
朱祖灵、徐芳华这三界万灵、啊，阿弥陀佛。王禅老祖在南天圣门和九大菩萨啊会议会心啊来会三界万灵，会双法界诸天圣神和菩萨的心灵，啊，王禅老祖当时啊就提出了要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八卦真禅真理来会双法界从南天而降的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心和灵。当时我在南天门异地坐前啊，听到王禅老祖开示了这个天机密，我感觉哪有可能？我一直觉得那是一种天方夜谭。老祖笑笑的，要有信心。这是五千年来啊的第二次开天，第一次在五千年前，九天玄女开了第一次天，啊，五千年后了，现在第二次开天，在九大菩萨。啊，都很高兴的恍然的说：“天运已开，人间将要成为一块净土了。”啊，仰赖王禅老祖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五千年的。一道天机在当下以现在的人类文字语言来开启啊，打开这个天机密，所以我听了我很高兴，我认为这个道是可行，我不知怎么样来形容王禅老祖所开示的义道可以利人和利天，所以我很感恩的叩首顶礼王禅老祖、九大菩萨啊，玉帝，我发了愿，务必要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在这个时代当下性把它散开来播种子啊，所以九大菩萨、神龙大帝就开口了，
要传道，有如农夫在世间的要插秧，以退为进。当时我听到这一句话，一面高兴一面烦恼，怎么插秧以退为进？所以我才想到小时候播种稻子啊，这用退的啊，所以我很高兴啊，我知道怎么播了，所以九大菩萨也很高兴，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弘扬啊，也可以发展。那么要会心会灵，对着无量世无量无边的法界众生、三界万年开示了啊，今后王禅老祖要与各位印心啊，有信物，所以王禅老祖拿了他手上的八卦，原来这手上八卦原来拿了南天门打不开啊，所以王禅老祖手拿着八卦转过来向着南天门，好像在演电影，哗一直去嘣一开拿下来，南天门开了。所以从南天门而下来到娑婆世界，来到台湾的三界万年，太多算不完，没有办法算，多得不得了。我请示台湾祖师啊，这是什么意思？他世界和平，天下要太平，需要这一群诸佛菩萨们、三界万年圣灵们来到世间，来共转天下太平。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要怎么走，所以王禅老祖笑一笑，手里拿着八卦笑一笑，由胸口八卦晃出无量光，所以我才在民国八十二年画了一张佛的像，晃出无量光，在极乐殿的背景那一张。后来那一张呢，我宣告法界，法界共事，所以我就用印了贴纸，这么大张的贴纸，反正车子来的我都把它贴一张，贴在车子的背后或者前面，可以来印心啊，家里不平安的
可以送给他，啊，贴上去，啊，家里就会比较平安。后整个的演化过程很神奇呀、啊。再来，黄山老祖啊，为了要让所有维新弟子使用善心大德，设计了这个太极图，太极的踪迹挂在胸口，也是代表王禅老祖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而给予各位维新弟子的身上印心绝缘啊，啊，也是守护神，所以整个的行道过程，黄禅老祖很慈悲的，以各种方式来帮各位维新弟子随身守护。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啊，在越南啊，是台商，他也请延伸法师请了这个中继保身啊，有一天啊，这个台上的朋友在越南，他们结婚了请客啊，是要在船上啊，作为台商要出门，突然想到中继没有带，赶快又回到家里来带好，刚好出去宴扣参加了，在船上啊，过了也一段时间，船翻船了、哦、啊，船上的人全部是罹难了、哦、啊，唯独这一位台商朋友，他在海里面抱了一只木头，这位命又保住了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力量呢？所以这个即是天机密，我看我们的维新弟子都带着这个踪迹在胸口，啊，这个有无上的天机禅机和守护神，你带着这个宗迹，所有从蓝天下来的人、天人，有形无形，有形的你看到欢喜，无形的三界万灵看到了向你礼敬，哦，这即是王禅老祖用义利人天呢，用易经的哲理来转化利人和利天，人
天就是灵魂界的朋友啊，是从蓝天而降下来的，降下来的圣灵比台湾人民还多啊，不知道多上几倍。所以我们今天我把这个天机密第二禅机公开给各位同修，希望各位同修好自为之，珍惜人生。大的爱心，中的爱心，小的爱心，都离不开这个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这即是义道哎！啊，所以无上的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所以等一下你们就可以看台湾平安的米山周围布满了啊，布满了太极大道啊，这守护台湾的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和平啊。所以在此啊，叩求蓝天玉皇大帝、九大菩萨、大慈大悲云我唯心贤士弟子和会大众啊，大家来共修圣法啊，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啊，祈祷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啊，与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所以今天在火地境第二爻大地啊，充满了和谐啊，双法界三界万灵全部汇聚到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里里外外也将台湾与地球融为一炉啊，也将各位唯心弟子的爱和信心消灾化解，功德天融为一炉啊，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今天已经视现在我们的眼前，视现在我们的当下立足点。各位同修，王禅老祖的用意利人和利天，有说不完的
啊，人世间的案例，每一件事情都有藏的无限的天机密。啊，这个天机密是有爱的，是慈悲的，是有福的，要分享给各位同修。那我们台湾的米山在99天法会后，我会把它做一包一包的分装起来，送给啊这一次99法会来护坛参加点灯、参加祈福的十方善信大德，一粒三千共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嗡普利斯利哄，嗡普利斯利哄。所以王禅老祖每一件天机示现，都是大公无私，你平安我就平安，是利他的上圣行为。所以王禅老祖示现给我们看的唯心弟子们，一定要冷静的去领悟，要有广义的思维，广义的爱，增广见闻，你才不会自我陷入黑暗的坑洞爬不出来啊，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法会已经进入到9月7号了啊，距离祭祖大典圆满十五坛啊，2021年1月1日下午1点开始在林口大体育馆。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能够接引你的亲友啊，回到祭祖大典，印心觉明啊！现在我们回向，回向，愿你是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本段。